哎，你好，我现在要拍那个R 叉哦，就你们的无线的 R， 无线 HDMI extended 的 R 叉，等一下再拍 T 叉给你看。现在是 R 叉对不对哈 ？R 叉呢，它现在有在播放哦哈。好，那这是我的那个红外线侦测器，红外线温度感测器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哈。好，我现在都不动 ，OK。好，一二三。78.6度。如果你说一次不准的话，好，我再测第二次。80.6度。好，那 T 叉。这一颗是机上盒，那这个是。这个是 T 叉，哦，这颗 T 叉好，这样用。等一下 ，T 叉，哦，好，开始量。69，第一次量69，第二次。64，第三次，67，67.3，哦，就这样子。那这个是已经过了几个小时了，3个小时可能吧，嘿，就这样子。所以这个问题看你们能不能解决，因为这个到时候。被客诉的话，这是应该算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哦。好，就这样子，拜。